这两天看到了虾的新吃法，我就迫不及待的做给他试试。调料和配比我都放在屏幕上咯。最重点的是这个吃法真的很适合夏天。简单的去腥后捞出虾仁，然后放进盆里，不要急着吃，盐一口味道会更好。趁着腌制的时间来做一杯喝的。柠檬汁加水宜，一定要加多多的，要不会很酸。柠檬片打底，倒入隔夜老冰块，最后把煮好的柠檬汁倒回去，然后加入清水搅拌均匀。这样的一盆虾冰爽鲜嫩，因为加了柠檬青柠还带着点微辣，所以吃起来特别像东南亚的风味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